人呐、啊，什么样的武器啊，这样子。还有没有其他的问 Sounds good. 题？Thank you。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三十一就是十二章三十一节那个 designated，Designate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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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ignated，
哦，还是 designated。对，designated，对，你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个这个字是不是？什么意思来着？就是怎么这里面是注册？之前学的不是 registered？对，Register, 啊，对，registered 是注册 register, 这里面。designated 是说，指定的，OK。比如说这个事情是，怎么讲？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已经指定好了，他们已经指定好了的 designated，OK。所以一个是 register 是注册，designated 是指定的。指定的，OK，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Designated，比如说这个事情是桌上的菜，我们都已经指定好了，这个牛肉面是给老大吃，青菜是给老二吃，这个谁谁谁是吃水饺的，这个是 designated。OK，register 呢是注册登记起来的，这是不一样的。就是designated 和那个 assigned 也有是，就是也是指派的意思嘛。OK，不，designated 的话，不一定是 assign 有的时候有可能是 designated 的。OK，比如说 assign 是一定老师布置作业，老师分配。这个事情你去做，你去扫马桶，你去洗厕所，你去洗菜，这个是 assign，我指派你去做这个事情。Designated 的话不一定是指派，也有人是自愿的，我就是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 designated 指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把名字都排好了的。OK，比如说婚礼的时候。我们的位置，OK，有的人可能事先有征求过你的意见，你是想跟男方的家长坐，还是想跟女方的家长坐？OK，反正最后这个就叫 designated，OK，要征求人家同意的。所以 designated 跟 assign 比较不一样，assign 就是完全你没有意见表达，我来 assign，我说你坐哪一桌你就坐哪一桌，那是 assign。所以这个里面的话，这些人呢，他们要来立大卫为王，不是用 assign 的方式。如果 assign 就是说，我说你要支持大卫王，你就支持大卫王，你不准去支持这个扫罗王。OK，可是这个 designated 不是，就是他已经肯定都是要他们内心自己愿意要来支持大卫王的，对吧？所以是是的。designated。OK，是 OK。designated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些人，比如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大卫王的这个忠实的拥护者。我们你可以说我们是 designated by name，OK，按照名字我们都已经准备好，我们都是登记好了，我们就是要来拥护大卫王。那这个不是别人强迫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拥护大卫王，那一定是我们内心是支持他的那一种。所以 designated 跟 assign 是不太一样，assign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布置一个作业，老师说明天你们这一组就是做这个作业，你们那一组又是做另外一个作业，这个是 assign，我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OK，好。好，谢谢了。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二十，OK，好，我们看一二下。十节，OK，好，20节怎么样？
哦，这个 who defeated him？这个 defeated 是被动式吗？我分不清到底这个是谁打输了谁，还是就是分不清这个意思。Defected him，我们上次有讲过，defected 是他归向他们，对不对？所以支持上，他们都是支持他的。哦，当是大卫是。到这个地方时候，这些马拿西人，他们都是支持他的，都是归向他的。哦，defected 的意思就是归顺的意思吗？归向的意思。都是归向他的，对。我给它看成那个 defeated 了，No，不太是 defeat，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他都归向他，投靠，投向，OK。因为用这个 defected 是有意义的。OK，defect 一般来讲是投敌的意思，就是你本来不应该支持这个，你不应该支持川普，但是你居然去投靠川普了。你懂我的意思哈，因为这个地方呢，他们本来马拿西人是不应该支持大卫的，他们应该支持扫罗王才对，因为按正统法统来讲，当时的王是扫罗王。可是呢，我们用 defected 这个字，就是说当时扫罗王是正统的王室，可是因为他已经不得人心，所以他这个 defect 的意思是投敌的意思，等于是他去归向大卫，其实是在法统上来讲是不太对的。可是这都是神安排的，因为神已经要兴起大卫了，因为扫罗已经不合神心意了，所以用 defected 这个字就非常妙。法统上来讲，正式的来讲，当时正式的王，OK，还是扫罗王，是吧？但是马拿西人当时已经去投靠大卫王了，这也是神安排的，所以我们用 defected 这个字。OK，明白了，投所以敌这个归顺。defect 不是一般的归向，不是一般的归向。就今天咱俩打架，OK，你是归向他还是归向我？但是他用 defected 这个字，是因为大卫当时不是正式的王。当时正式的王还是扫罗王，所以用 defect。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那个13章有个 comfort 的，13章是吗？对，好，第几节？那个就在13章一开头那块吧。哦，13章一开始 confirm 第一节，OK，好，confirm，OK，好，confirm 一般来讲是商量，OK，confirm 这个字有好多个意思，OK，我可以你有没有听过某某什么国家的元首到我们国家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席给他颁一个勋章，把这个勋章颁给他，也可以，这个动作也可以用 confer，就是授予他一个什么什么勋章。OK，这个叫 confer。但是在这个地方 confer with 的时候，confer with 是跟什么人商量的意思，协商的意思。好，有没有问题？协商。现在明白点了。所以你看到 confer with，注意这个过去式的时候，它是要 double r 两个 r 在结尾。confer with 就是跟人家讨论的意思，discuss 的意思。confer with。原型就是 FER，对吗？哦，原型是 fer。过去式的时候要 double r 两个 r 再加 ed，好，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个 comfort with somebody 就是跟某人商量怎么样哈？是，没有错，他跟他们协商。嗯，好，谢谢老师。嗯哼。这个协商哈，跟我们一般 discuss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OK，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 confer 跟我们一般的所谓的 discuss 不太一样。discuss 的话就天南地北瞎聊，没事就聊聊。哎，这个昨天你吃饭吃的怎么样啊？下月能不能借我500块啊？这种事情 discuss right 讨论讨论，商量商量。OK， confer 通常呢 confer with someone， 所以 confer 一定要 with OK。跟什么人商量 ？Confer 通常是什么样的商量呢？通常是指为了要达成一个决议，为了达成一个行动。比如说，这个黄花岗72烈士，我们现在要准备起义，推翻满清。这个咱是初一的时候去起义呢，还是15的时候起义？这个就属于 confer 的范围之内了。不是我们一般随便讨论讨论，哎，你能不能借我500块啊？昨天你吃饭如何啊？前天你看见那个美女如何啊？那个是 discuss， OK， 那是普通的讨论。confer 呢，通常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什么行动要采取行动了，有什么决议我们要做了，这个时候我们用 confer， OK， 特别是在军事行动的时候。OK， 军事行动。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用到的是怎么样的情况。David conferred with each of his officers， 所以他跟他的这些军官们协议的话，绝对不是瞎聊。哎，借我500块啊，看到哪个美女，绝对不是这么回事。OK， 他 confer 的内容是什么？注意，他 confer 在二节里面就看到。OK， 所以他说。假如这件事情对你们是好，你们看来觉得是美好啊，而且呢是也是神的意思的话，那么呢我们要怎么怎么做，我们要什么什么的，这个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讲到了这些东西。 OK， 所以这些就是他们 confer 的内容。 OK， 就是他们要采取行动，要怎么样怎么样做。最重要的事情还有讲到什么，第三节是重点， Let us bring the ark of our God back to us， 把那个约柜给带回来。因为约柜就是代表，除了他，如果他今天大卫成了，就是被高抹成为王以后，如果他一直都没有约柜在他旁边的话，这个正统性就值得质疑了嘛，是不是？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所以大卫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他知道约柜一定要马上回到这边来，所以他念兹在兹，一直想的就是要把约柜给拿回来。OK， 所以这件事情里面，他 confer 的事情里面，其实协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采取行动，把这些约柜给拿回来。所以这个是我们 confer 的内容。OK， 不是 discuss 的 level 了。如果是 discuss 的话，就是随便瞎聊啊，怎么样？昨天。吃月饼了没有啊？哦，这个下礼拜二我们一起吃饭啊，去郊游啊。昨天那个美女怎么样？这都是 discuss。confer 的话，一定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行动，有一个决议，我们准备干什么样？这个是很重要的，叫 confer。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下边有一个那个 word， 这个 word 就是第二节，第二节这个 word 就是你看这个是表示的是在这里特指的是一个信息，还是指的是一个，他说把这个你看送到远处近处都送到，这个是用一个 word 来表示，他为啥不可以是复数呢？为啥要用一个单词一个 word？
我觉得是一个信息，我觉得是一个信息，他要把这个话传到很远的地方去，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所以不见得是 words， 它是一个没有特指，也没有前面加的，没有没有 send word， let us send word far and wide to the rest of， OK， 给这些人 OK， 然后呢 to come， 主要这个 word 是干什么？ send word to come and join us。把话送出去，让他们，而且送得远远的，送得到处 ，OK， 那个距离范围很大的，大范围之内，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通知到，目的就是让他们来 to come and join us。所以他也注意到，你看他要 throughout 遍及整个以色列的土地，每一个人都要被通知到，而且呢，要告诉，最重要是什么？他也注意到了。要祭司立位人他们都要知道，因为祭司跟立位人是服侍神的，如果他们也都愿意来加入大卫他什么的话，那这个事情就非常美好了，他的正统性就完全没有问题，这就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了。哦，远处近处还有其余的我们的弟兄啊，都从全部都从这边。对，没错。这样就明白了，把这个 word， 把这个宫殿给他括号括进去，直接这个 to come and join us 就更明白了。对，所以这个 send word 是一个，不是说送一句话、送两句话的问题，基本上他是把这个信息给发出去，传话、送口信的意思。传我的话，传这个口信，把这烧一个信出去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叫 send word， 那就理解为信息，或者是就是这个信，应该就是信息，对。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烧个信，发个通知出去 ，send word。所以这个地方你不可数，你不要讲我是送一句话，还是送五句话，送十句话，这个 words 就不需要，就是 send word。send word 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口信带出去。把这个消息带出去 send word， 然后让他们这些所有的人，包括立位人，包括什么祭司， to come and join us， 目的是要他们来加入我们，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加入我们。嗯，这个也是经常用的呀，这样子说，也就是平时让谁谁去，你把这个事情给传到，就是用这个 word。 对，不需要用 words， 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用 words。 比如说 我知道，比如说 she has、比如说 send word， she has sent word that she may be、a little late。 OK， 像这个他已经发了信，他已经这个通知我们了，这个等于我们可以讲说他带口信来了，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说他会来的比较迟一点。我们晚会如果是7点钟开始，他说他晚一点，可能8点钟到。OK， she has sent word that， OK， 这是多一个 y， that she may be a little late。 OK， 所以他说他可能会迟到一会儿，那我们这个晚餐的话我们就先开始吃，不用等他了。She has sent word that she may be a little late。 所以这个地方不需要用 s， 因为指的就是他把这个信息带过来了，托人带过来。什么信息？ She may be a little late， 他会有点晚。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嗯，就是捎话过来了已经。嗯，把这个，对，没错，他已经捎话过来了，他说我们可以先吃，不用等他了，有没有？我们常常办晚会办晚餐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OK， 好， send word， 挺好用的。嗯，谢谢老师。好，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有第六节，
第六节我们看一下，好，第六节怎么样？那个就是登上王位的这个用法，这就是你看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形容词还是一个哪一个形容词、啊、这个 enthroned Who is enthroned? OK 在这里这是表示的是形容词它不应该不会是被动语态吧老师 OK 你有没有想他为什么要用这个 enthroned那他这个应该是他把这个约柜这个约柜不是没了吗这个约柜不是给原来给就是给被掳走了然后这个约柜现在回来了要让他重新放到那个基路伯那个下边就是被动的给他放上去还是要不好理解是本身这个就应该是王位就是神的位置嘛他的宝座就应该是坐上的到底怎么理解的不明白 OK 首先这个 who 指的是谁应该是 God 是 God right 前面这个 Lord right 没有问题吧、嗯、OK 没有问题好 OK 所以他讲的是神这个位置 who is enthroned between the cherubim Between the cherubim, cherubim between 是在两个中间，两个基路伯的中间。那么 cherubim 单数跟复数有什么不一样，知道吗？这个是单数还是复数 ？The cherubim 是单数还是复数？那是特指的是单数，不是应该是？那应该是双数，但是显示的好像是单数。Okay. 两个基路伯中间，两个基路伯，所以单数有就是单数和复数，它是同一个，就是单数，它本身就带有复数。Okay, so between the cherubim， 单数复数同样的字，那么这个地方的 cherubim 指的是一个还是两个天使？两个，它是两个天使，对对，它是连在一起的那个约柜上的基路伯，所以它用单数了。但是是两个 OK 所以 OK 把这个讲一下 Cherubim OK 基本上单复数都是这个但是这是复数的概念就是它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中间 Who is enthroned OK enthroned 是指说那个耶和华神他是坐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因为打开盖子上是两个基路伯对不对打开了中间就是神的王位那个约柜就是形同神所在的位置所以 Who is enthroned between the cherubim 所以你的问题是说你觉得这个被动式为什么要用被动式是吗对OK， 为什么如果前面主语是那个ark 的话，我觉得还好理解，是因为前面主语是 God， 他这个王位本身就是他的王位。OK， 我觉得他讲的意思是说他的那个 cherub， 哦、，OK， 好，你看一下后台 ，cherub 是单数。Cherubim 是复数 ，OK， 所以这个应该是复数 ，Cherubim 是复数 ，OK，Cherub 是复数，单数一个单数一个复数 ，OK，Anyway、okay, 是两个 Cherubim 是两个，指的就是说两个天使 ，OK，Who、okay? is enthroned？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用被动式，是说他的位置被坐在那个地方，他就坐在那个位置上。我觉得是看看他们这个地方是怎么翻译的这个就是 Who is enthroned They're the ark of the Lord of 所以这个 who 指的是 The ark of God the Lord OK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这个 who 指的是这个 ark
in ark 的话就容易理解的，嗯，对，我觉得是指的，因为 the ark of God the Lord， 所以这个 who 应该是 the ark， OK， 这个 ark 呢是坐位置，就是坐在，等于它是等于是，你看它这个地方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上面，两个天使中间，所以呢他是坐在那个位置上，当然在这个他坐的方式他就像一个王一样， OK， 就像他的王位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比较能理解。嗯，就是这个户一搁到这儿，要是用个 that 了我已经，嗯，就是这块地方，所以这个好像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如果我们讲一个人的话，比如说查理二世是什么国王，就是登基的意思 enthroned， 但是在这个地方指的是说他位在那个位置上面，他的位置就在两个基路伯中间的位置。嗯，我想这个地方他应该是指这个 ark， 指约柜，但是他这个约柜是代表神的，所以他在用户，这样理解是不知道对不对。嗯，只能这样理解，不理解不通。我觉得那个 Mary 后台那个 Mary 在写说形容词，我觉得不是形容词，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被动式，就是说它的位置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中间， who is enthroned between the cherubim。 嗯，可能就是拟人化的手法，可能是不是这样的，老师有可能。我觉得是指那个东西本身它的位置是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对对，明白了老师。嗯，知道了，谢谢。好好，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没了。嗯，好，这件历史我们前面读的时候读过，就是说这两个人他们要把那个约柜对吧抬回来的时候，首先这中间是有出错误的，让神很不喜悦。你看 on a new cart， OK， 他放在一个新的车上，然后可能这个牛就不适应这个新车，所以牛呢就跌了一下还是怎么样一下 stumble， OK， 他就绊倒了，所以呢就变成这个拖约柜出来的时候让约柜就震晃动了一下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神就不喜悦的事情这一段。 OK， 好，对 Mary， 我知道你在后面写的那个，你说 OK， Mary 说神啊，你说怎么能是被动啊， OK， 这个被动，所以我觉得这个 who 指的是 the arkark of God the Lord， 所以这个 who 指的是 the ark， 然后这个 ark 这个约柜本身 OK 它的位置它是坐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约柜是可以被动的。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看一下，看一下后面，看一下后面，我们的那个，看一下我们的雅各书。
好，看一下我们的雅各书，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二章，是吧？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改老师。哦，第十一节了，看一下。OK， 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看一下。好，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哈，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说这个人他只要律法里面有一条他没有遵守到，他其实就是等于把所有的律法都违背了。 OK， For he who said， OK， 那些这样说的人，那些人这样说，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OK， 他们说你不应该去犯这个奸淫罪， OK， 奸淫罪， OK，Also said， 他们也说这样的话， You shall not murder， murder 这个地方做动词用，你也不应该杀人，好，杀人。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OK， 但是如果你没有犯奸淫罪，可是 do commit， do 这个地方是加重语气哈，但是你真的犯了杀人罪的话，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OK， 你没有犯奸淫，可是你杀了人，那么你还是一个违法的人 ，lawbreaker。OK， 这样有没有问题？For he who said， 这个后面十一节基本上是为我们前面九节、十节在做一个解释，它是一个举个例子啊。那些人是这样说的：你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shall not 是你不能够。不可以这样做， commit 是犯什么罪，所以凡是放看到 commit 的时候，后面一定是用那个罪的名字， OK， 所以 adultery 是成人的奸淫罪， OK， 你不能犯奸淫罪， OK， 然后他也说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你不能够杀人， OK， you shall not murder， OK， 好，那么假如你没有犯奸淫罪 butDo commit， 所以你注意这个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所以一个是 do not， 一个是 do、啊、do not 是你没有做奸淫罪，但是呢你真的 commit murder， 这个时候这个 murder 这个字是名词用，前面是 you shall not murder 的时候，这个 murder 是动词，所以 murder 可以有动词可以有名词，所以 commit murder 表示你犯了杀人罪，你真的杀人了，Then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你就是一个违法者，你还是违反了这个律法啊，你还是一个违反律法的人。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好，所以总的来讲，十一节就在为前面的经文做解释，表示说呢，你有关律法这件事情，你要每一条律法都要遵行。虽然你只犯了其中的一条。但是只要你有一条没有遵守，就等于你所有的律法，你还是一样，你还是不是一个遵守全部律法的人，你还是一个被称为 lawbreaker， 你是一个违法的人。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OK，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把这个经文来。郑老师，请说。我有个问题。你说。就是那个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那个 "have" 在这地方是有实义。实际意义吗？你已经违法了，已经违法了。
那是它是不是和 become 是一个完成式呢？ become 的不是吧？ become became become 这个动词的变化是现在式是 become， 过去式是 became， 过去分词是 become， 又回来 become 了。好，明白了，谢谢。对 ，Thank you。Thank you. Oh. 好，我们来把它读一读哈。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所以你注意这个 do not 跟 do 我们都要重读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Okay? 所以这个多读了以后呢，大家应该就能够掌握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重音的问题。OK， 哪里需要重读，哪里需要弱读，我们慢慢就会越来越熟悉哈。有的时候用一两个句子很难让你体会到，但是我们多读了以后呢，很自然的就能够把这个掌握得很精准了。OK， 好，哪一位来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听听看。我可以吗？好，请读。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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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breaker.Uh-huh, 不要再翘上去了哈。OK, 好，你注意这个 said, S-A-I-D, OK, 这个一定是弱的，弱读。He said, I said, they said, OK, so also said, also said, 降音降调 also said, 好，注意这个地方。Also said, also said, said, 短音also said.Also said. OK, 不要 sigh, 哈，是小小的，嘴巴小小。Also said. Also said. OK, very good. Also said. Thank you. Also said. Adultery. Adultery. Adultery 是奸淫罪，奸淫罪。OK, 还有后面那个 do not.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if you do not 要连起来读。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But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But do commit murder. That's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好，好，哪一位再给我们读一下？我试试。好，一狗来。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ould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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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huh. 好，那个前面是 shall. Shall. 它不是 should, 哈，是 shall. Shall.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Very good. Sorry, 了，我是 adultery.Adultery, uh-huh. 好 very good. 好 Esther 来 Esther, 给我们读一下。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好，注意那个 said， 它是一个 said 的短音，不能念 said 哈。said said 啊、，for he who said， for he who said 啊哈，这几个字都弱读。for he who said， for he who said， also said， also said， very good， very good， 好，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Lydia. 来，我们听听看。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t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好，注意啊，这一句。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do not 中毒。But do commit murder. But do commit murder. 这个 do 要加中毒。OK, 来再来一次。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good. 好，我们再来看 Sally 来 ,Sally 读一下。Hi, Jay. 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Very good. 那个 have 稍微清楚一点，那个 V 的音。Have. You have. You have. You have become. You have become. Very good. Very good. 好，谢谢。Abigail, Abigail, 来，我们读一下。好的。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Okay. If you do not. If you do not. Very good. If you do not. Thank you. If you do not. Very good. 好，还有哪一位要来读一读？我们试试看。好 ，Glory 来 ，Glory 读一下。For he who said, you should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ould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Okay, 注意是 shall.You shall, 那个 A 是发梅花音 you shall, 不是 should, 过去式是 should, okay?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You shall not. Uh-huh, you shall not. You shall not. Uh-huh, okay, very good. 好。谢谢老师。不客气，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读？那这样我来读。好 ,Julia, 来。哎，老师问一下，这个 shall 是将来时吗？你不应该，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做，叫 you shall not。好。他不念 shall， 你 shall 是另外一个词儿。静老师念的是 shall， 你刚才说的是 shall。哦。不是这个词儿，那我记错了。我记得以前有个将来时，好像跟这差不多。那我错了，对不起。好 ，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Very good, a lawbreaker. Lawbreaker.因为最后要降音了，要这个句子结束了，所以如果 lawbreaker 又上去了，这个句子就好像别人还在等你后面有东西出来。OK， so,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OK， 好，谢谢。好 ，Thank you。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是说刚才那个姊妹你念一不小心你就念成 shell shell 是壳的意思这地方是 shell 这两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个 shell
那个什么东西的壳，海鲜类很多贝类都有壳，那个是 shell， right？ OK， shell， 哎哎，这个是美发音 shell， you shall not， you shall not， 跟 shell 不一样， shell， shell 是壳啊，什么东西的壳。OK， 好，还有没有？刚刚是谁？ David 是不是？ David 来给我们读一下，谢谢。好的，老师。哎，老师，那个就是后面的 adultery 那个怎么读？ adultery。后面是 tree 还是 tree？ OK， 两种都有人读，两种都有人读。我读的是 adultery。我听过有人读 adultery， OK， 我是读 adultery。 好的， adultery， right， OK。 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这个字比较长一点哈，如果你前面不起高的话你后面就听不到尾音，所以 law 像唱歌一样拉高一点， lawbreaker、你读的时候放松一点哈。有些东西像 for he who said 还有 also said 这个地方都弱读，不需要太重， OK， 你不需要太重，因为我们主要是讲的那个话里面的那句比较重要，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right? For he who said， 这个地方可以平平的起来就可以了， For he who said 弱读、OK? Also said 也这样说， Also said， OK， 好，所以注意这个读的地方，还有后面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如果你没有犯这个罪奸淫罪， but do commit murder， 你真的犯了杀人罪，所以后面这个 do 是非常关键的， do commit murder， 所以这个 do 重读， OK， 好的， very good， 谢谢 David， 谢谢。好，我们再来看 Ruth， 来 RuthOkay, 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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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Okay, for he who said, also said,S-A-I-D 那个 A-I 是发短音的、嘴巴非常小不张开，所以 also said 不能 said、一 said 这个音就发错了， said said also said、不要 said、不要比赛的 said、said said also said、for he who said for he who saidAlso said. Also said.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读？老师，我读吧。好 ，Naomi 来。For he who said. But.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if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Okay, 注意那个 said, said, 樱桃小狗，很小的嘴型，不要张大。For he who said,你试试看 ，for he who said， he who said， okay， also said， also said， 不要 said 哈，嘴巴小 ，also said， also said， good， very good， 好， thank you， 还有没有哪一位要来读？
Let me try, teacher. 好 ，Jenny 来。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 "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Uh-huh. But do commit murder. But do commit murder. Very good. 好，所以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你没有犯奸淫罪，但是你犯了杀人罪的话，你依然是一个违法的人。OK? 好。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读？所以我们这个读很重要哈，就是多练习，多开口，然后你很多的语境，不同的发音的方式，有些字在不同的句子里面，它那个发音方式的时候，透过这样的练习就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读得更流畅，更好。OK。好，所以很多东西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哈，很多时候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很难在一个句子两个句子里面给你解释的很清楚，但是你读多了之后，你自然就会处理句子的这个，你读出来就非常有感情，而且你一读别人就听得懂，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读别人能听得懂，这个很重要。 OK, For he who said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also saidYou shall not murder. If you do not commit adultery, but do commit murder, you have become a lawbreaker. A lawbreaker. OK? 好。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个经文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OK,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就停在这里，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群里讨论，我们可以一起来谈。OK, 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Thank you, Jan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Jane. Thank you. Bye bye. Good night. Good night.